协调沟通，做不好的地方，我代表党表示致歉。正式道歉为的是上周三直接征召前行政院长张善政，选桃园地方反弹，时隔五天，朱立伦终于出面灭火。民进党阵脚大乱，我所知道的，民进党现在很紧张。我的确也是，给朱主席制造一些困扰，因为我答应他出来接受征召的时间相当的晚。提名的被提名的接连表歉意，张善政说征召过程不周，他也有责任。但这几天地方反扑如海啸，一波接一波，党中央积极展开修补之旅，那么过程顺利吗？即刻，希望就是明天就要开始去拜会议长、吕玉玲委员，还有在走路的罗志强先生。这话听来，党中央仍在积极努力中，难道是担心再拖下去变数更大？毕竟罗志强虽然被判出局，但动作也没停。成立桃园疫情关怀中心，邀跨党派议员共同执行，立委卢明哲也现身力挺，累积政治能量，意图明显，难道会来一个回马枪，突刺党中央？今天我们来这里，其实都有一个共识跟默契，就是不谈权税的。嘴上说不谈选举，但被问到持续深耕桃园的举动，难道是想拉拢地方势力抢当母鸡吗？是这个，我讲一下啊。那个发现母鸡当然是母鸡，当然是母鸡带小鸡，大家都是母鸡带。一搭一唱，玩笑话带过敏感话题，但党中央桃园这局带来的伤痕，恐怕不是笑笑就能带过。TVB 的新闻，林同事庄惠仪桃园台北采访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